每位三藩市市民应该有自己的家，可是房价太贵，让许多市民负担不起。ATN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ATN 在不增加地税的情况下，为中和低收入的市民新建房屋。ATN 将会翻新公屋，为老师和第一次买房子的市民提供贷款，让老年人、住客和业主都负担得起住房。支持 ATN。